完了，这咋回事呢？这德厚怎么没了呢？因为前两天还有德厚这名选手呢，这怎么没有了呢？让我看看，德厚，知名选手兰陵汉怎么在这里没了呢？我这前两天没。这咋回事呢？这什么意思？搜兰陵汉是吗？德厚搜不着啊、哦！搜兰陵汉啊！哪有伤害呀？这，嚯！哎呦我潘森，秀秀秀！搜兰陵汉就行了是吧？兰陵汉啊，这能搜着了，这看看上把啊。哎，上把选手挺多的，其实什么 Amazing 什么，反正挺多的。再让我摸一下，你以为你能回很多血，兄弟？这是要干嘛呀？这不玩了是吧？啊？是不是不玩了？这干嘛呀？这人啊？鳄鱼连那啥都没有，连助攻都没有的鳄鱼。哎，卡的我好难受，这兵。23刀18刀哎，我等级比这鳄鱼高，可以接受啊。你耗不耗我血？你耗血，你必推一下，你控不住这玩意儿呢，没用啊。让他抠啊！
看他 Q 不 Q。哎 ，Q 你就推，你推了我就塔下吃兵。你没办法整。OK， 回家这波正好炮车。兵不吃，直接在这回城啊！不行，我操了，这有个炮车，这不吃这能行吗？我马上溜这波。没办法，他要是想控就让他控，他不控我就回家了。1250，正好。中单万豪啊，我说这万豪怎么能往上跑呢？哦，原来是中单万豪。天哪，你连药你都不带啊？你敢跟你跟我打？你敢带一瓶药？我把你鳄鱼头给你剁焦了，我跟你说，我来个剁焦鱼头。我死，潘森大哥，我先溜一手，剩下的交给你。你想用霸哥那招？你哎，可以啊，好像能反杀，哎，能反杀。nice， 哎呀 ，nice， 哇哦，漂亮啊，潘森！아군이당했습니다항상최고를추구해可以啊，潘森。那鱼收不少兵啊，
鱼可能要吃我的塔皮了。原始我其实有点小亏，你知道吗？亏了我三层塔皮。实在是没招了，这尽力了。我怎么感觉这鳄鱼跟这蜘蛛没走啊？我可黑切了啊！你给我注意点儿，老那个，你给我注意点儿，你给我注意点儿，你听没听着？我让你注意点儿，你好像是有点嚣张，我这一看。他去吃狗屎，操了！这屎给他吃的。亏了。上路这个塔就不推了啊，回家了。
这把我也得来个提亚马特，对面这个阵容我们得要提亚马特，要不然这推线太慢了。这帅气的收兵，哎呦我！没有一个视野，往中走一波。这大鳄鱼的传送，让小黄毛给骗出来了。往中走一波啊！呜！完了，带节奏了。哎，这有点勉强了啊！这确实有点勉强了。这波上的属实是有点傻了。上去没意义的，他最多这就耗一波血，也打也打不死。勉强了啊，勉强了，这怎么死的？这是勉强了。他们也勉强了。干嘛呀？点什么问号？那我不传送了吗？那没大，那怎么整？你说，吃个野吧。Fuck you！ 撤退，蜘蛛不搁那儿呢吗？这波往下走，nice。大龙能拿不？差不多，我感觉，我觉得差不多啊。
小黄毛目前没什么用，其实能打。有飞轮，哎，我发现这鄂北刘子每次打龙都有轮子啊，好快！小龙，沙罗塔拔了，拿下！这把拿下，今日目标已经达成。我这给了吧，不行，二塔换一条小龙其实是赚的，霸龙一拿基本上也就是拿下，只要这包女儿她不死。啊，兄弟们，来上高地，反正没人管。他们家血亏，这打团也没打赢，高地还掉了。这拆多少座塔？这一个大龙拆了他们家四座塔加一个高地。这跑的也太快了吧！这他非得要跑一下子，你老跑啥呢？这有什么好跑的？非得浪费我一个闪现 ？Open me 的。Takes 不用你 open， 这把也就拿下，拿下。